Hello，各位朋友们。等一下，不好意思。因为今天我的过敏季节开始了，所以开始打喷嚏。然后呢，今天呢，虽然不是假日了，但是土城我试着来拍的，看能不能一个礼拜拍两部这样子。然后土城呢换了新的，换了一个那个播放的那个录音方式，看不到声音会这样子。如果在播放的时候声音比较小声或者怎样子的话，请回复给土城知道，又或者土城自己知道。那么今天继续古墓奇兵9的历程吧。上一集的我们的罗斯救了我们的罗拉，然后呢格林他牺牲了，死掉了。头上很多卫兵。Great. Any ideas? It'll be tricky. Probably make your way across underneath. I was afraid you're going. 我就怕人家这么说。下面。Don't worry. I'll be covering you the whole way. 我会全程掩护你。厉害，厉害，厉害。所以，因为现在是过敏季嘛，所以你会听到很多鼻子上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的声音。然后呢，土城，我现在为了要赶进度，所以说。只要不是那个路过的东西，我都不捡这样子。都没有，所以，今天拍《古墓奇兵9》，然后我看假日的时候，我看都在拍那个德军总部好了。因为说真的要开始赶进度了，总不能开始继续晃下去。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down there? You think they got the outsider? Don't worry. If they didn't, then she'll come to us. Father Matthias will send us to the Oni if we don't find them. 太阳女王，外来者同在。你说的有可能，泰卢县女王都是屁话。往前走走，这梦想会发现，然后罗拉就要开始逃离攻击，罗斯开始进行射击敌人。哎呦！哇，很帅！从那边，从那个角落，咻！怎么样？又一发，呼！又一发。I thought I lost you, girl. Are you okay? That was too close. 可是罗斯枪法怎么烂呢？啊！我中枪了，我找不到他。叫框枪口的火化，全神在那边。Open fire！天哪，鼻塞好严重哦！我们这可以撑剑拔了。Stop！ 流动流浪，他们看到你。哎呦，死掉了。哦，摔死。死好，集合。哎呦，死好，集合。Stop！Wait！Wait！不得不说啊，你那把枪的射击距离没远，乱打。变态！有变态，然后掉下去。好了，我们要开始疯狂跑步了。快跑快跑！呼呼！哎呦，我浮空站着。呀呼！呜、哦！要打死了，混蛋！打肉包！喂、哦！我跳太快了，没关系，我们再一次。咻！呜、哦！爆炸了！快跑快跑快跑！要被当肉包了啦！
欸，打肉酱哦，拼命打！靠，又来一次！我不是抓桥边干什么？我要跳过去啊！怎么变那么难了？欸，不懂打的，哪国子弹？穿木桶，穿着隔着木头也给打过来。哦，真总算可以了。哇哦！好险，我以为这次就死定了。我话说太早还是死了。奇怪啊，这地方我怎么一直死？救命！法罗拉，不要再当肉酱来打了，我不是打抛肉。呜，好、哦，呀呼！呜、哦，慢动作也不用。耶、yeah, ，逃出来了。I'll come back. I promise. 那是人吗？那不是人，那不是人。还拿弓箭我了，可以回收。哎、欸，好多骨头，吃人了吗？还是狼的狼啊？走就对了，回头看什么？哦，又进洞。老师不懂为什么会有这么深的洞。不，又来一次，快走啊！好烦哦，赶快走啊！今天就拍个二十多分钟好了。假日的话，我不确定能不能再上传一部了。毕竟礼拜六这天这个礼拜六还要上班呢，而且毕竟看《古墓奇兵》的人也很少，因为他不是很红。老鼠，秒击啊！放你一条生路。往哪边走？上面吗？这件什么东西？有宝可以捡吗？有植物了，不错了。然后呢我的古墓奇兵他如果拍到后面，就是如果有些地方路上没捡到之后呢，我会在影片结束之后呢，就是整个单元结束之后再一并给大家看看。哦，终于啊，已经快要中间外边了。索拉瑞到底什么东西？都是囚犯，听你在屁。山东野人。Himiko， 要死喽！哎呦，好准！快跑了啦，北七！被火逮哈！为什么打脸血喷那么多？讲话声音真的超级大魔王，他把我武器全干走了，还拿走我的弓。尽管我的步枪名就有升级，但拿到的时候，世界是那个日式冲锋枪的感觉。你想干嘛？每种生物只要受生命威胁，就会露出本能反击。山中野人，给我闭嘴！努力了这么长时间啊，努力什么？变疯吗？我看还蛮难的哦。
有时候他理价蛮高的，花很长时间才能疯掉。风吹把火吹掉了。只是土城要讲哦，那个你木头这样摆哦，那个火这样风这样吹，那个没有打到下面去烧死他们吗？这个整个游戏整个就很不科学，一点科学常理性都没有。去吃大便了，山中野人。石豪，听胆丹，跳，写词，呜呼，哎呦，不噜不噜不噜，吼吼，有够恐怖，写词，而且当做眼睛就瞎了，我看不到尸体啊，我先这里，快点，哎呦，都染红。好恐怖！不过不要担心，我们虽然没有了剑，但我们还是有这个，我们还是有绳索剑可以来用。超厉害！我们负伤，摔下来，地热洞穴，这地方都是骨头了，真是。他们已经饿到开始吃同类了，真的哦。不是土生，我要讲了，他们都是一群废物，一群笨蛋。然后这个玩意我还不知道讲了，这个东西为什么一直会有这种尸体在这里干尸，还抱着剑死掉，怎么那种天然气，哎呦爆炸了，发成了可燃物。好诶、欸、我们过来了，矿坑新营地，然后地板又一本书，开宝箱耶、又有残料，再捡弓箭，看一本书。索拉瑞告解，找到了，以其圣名。这些人真正危险的地方不在于他们信念，他们信用太阳女神，而且会不择手段让她复活。每一个新来的地方都有一个指定工作，也就是索拉瑞的目标。只要马蒂亚斯能继续证明他能和太阳女王通灵交流，这些人就会继续顺从他，相信他。进入兄弟会的过程非常残酷，我们必须先彻底毁灭他的人性，才能确保他变得冷血无情。我们会先新来的丢进地窖深处，让他们因为饥饿互相残杀，时间长达数日甚至几星期，最后幸存下来的人才能进入兄弟会 Brotherhood。 我还是无法理解马蒂亚斯运用的什么力量，但我已经不在意了，反正我们是永远也无法离开这该死的岛。有时候我甚至以为自己早已置身于地狱，老天也知道我们做过的所有事情，我们到头来还是得下地狱的。这家还是有点脑子，这家伙算不到谁。还有两本在贫民窟，那之后再找给大家看的。我为什么叫富包啊？这看起来好像某个战士哦，好帅，但是马上又回复正常了，这是疯了。罗拉告解。众人皆醉我独醒。哎、yeah, ，我的一个死听好友名字，众人皆醉我独醒。是啊，是死路一条啊！因为直升机光来这边很危险的，我还是觉得很神奇，就是直升机能来到这边来。现在目前无法升级，因为我们都给一些被干走了。好了，我看一下现在拍多久时间了。嗯，现在拍14分钟，我再拍个6、7、8分钟好了。今天就拍个20几分钟就结束吧，结束影片。然后被丢出来是我们剑人号船员。我们要救他。干洛，干洛，好奇怪哈。他再过来一下，我拿弓箭射他，然后他就死掉了。事实上，他是会在那边这样吃吃吃吃，然后我们再够近，他们就绕跑了。
那家伙都是那些索拉瑞的暴徒。我们是可以躲在这边看他们观察的。对对对，有可能。这是我们坚忍号船员，身上没有伤，然后死掉了，好笑。啊，这是那个尸体，这个捡不了，因为他身上本来就没东西可以捡。这里面其实是有东西的啦，不过因为土的因为时间关系，所以不去找，不找他们。我们就赶快进入游戏吧。跳开，不要太远，太近会爆掉。好，这样子，爆炸，出发。然后开始潜行攻击喽。哦，更。轮子松了，这场玩完下棋。Yeah yeah。误会之人就是那些人。我真讨厌到那个地方。我过去看一下，你可以待在这里。谢谢你 ，brother。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你回不去了，因为都被土城杀掉了。我看按错键翻滚那个键，超级笨的。这边会有水果、残料跟第二秘宝。天啊，捡宝达人，请叫我捡宝达人。粉姐，把桌子都弄乱了。放轻松，不然怎样都会输啊。该死，又来了。I got it. 死神，超级神！啊，有一本索拉瑞告解。哦，没有，坚忍号传言。坚忍号告解传言找到了。雷耶是亲爱的艾丽莎，艾丽莎是我那个他们两个女儿了。让大家多了多种这种田地是我的错，我得解决这一切，我得想办法让我们大家离开这里。可恶！亲爱的艾丽莎，我很不想写这些东西，但如果我现在不写，就可能就没机会了。妈妈觉得这个某个麻烦，然后可能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看见我这封信，也不知道你到底看不见看不到。但我希望你知道，我都是为了你而奋斗，在我人生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你。我做妈妈都是这样子，我所花的时间、存下来的积蓄、做的牺牲都是为了你。我很抱歉让你独自一人承受这些。如果回不来，去找康雷德·罗斯。你从没见过他，他是我最好的男人，而他是你父亲。你的眼睛跟他好像，你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亮光。我爱你胜过一切。做母亲的都是希望自己的女儿好，但是罗斯他可能见不到，因为罗斯会死。哎呀，我剧透。其实也不用剧透，因为大家都看过，看老皮影片都看老皮的影片都知道了。耶、yeah, ，万岁！那上面有个营地，哦、我根本神了，我都知道位置了。然后呢，桌上有一个那个，嘿嘿，遗物是什么嘞？葬仪扇，大概是十八世纪早期的文物，黑色绢扇是用来连泽人物的丧礼。哦，就是那个。丧礼时候弄的黑扇子，哎、欸，残料甩，哇哦，超棒！哎、欸，不能捡了，全满。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用这个东西打开爆炸引发，然后这样滚过去这样子。时间差设计，呵呵。我上古卷轴不是玩家的，更高啊！恐龙，皮皮跳。好了，我看现在不是拍18、19多分钟好了，我就这边做个 ending 好了，下集再继续好了。因为呢，下次再继续了，因为古墓奇兵这玩意儿基本上是蛮要花很多时间拍的了，不过都已经拍到一半地方了，呵呵呵，就快结束了。好吧，你们做个 ending 吧。同样的，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麻烦在影片上方、影片的右下角或上方点个订阅，以表示鼓励。虽然我不知道干什么用的。然后呢，如果有什么话想对土城我说的话，请在影片下方留言哦。那么，更不要忘我们的《古墓奇兵9》的影片，可能下次都会再拍哦。
下次的话，我可能会拍那个德军总部啦，要么就是那个德军总部黑曜阴谋，不是那个新秩序啊，德军总部啦，要不然就是那个绝命精神病院啦。那不，各位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我是不知道我这次换的那个声音配置的时候会这样子的，不知道是会比较小声，还是比较大声一点，还是会比较没这么多杂音，我是不清楚了。